好，那我们现在抵达这个露露温泉它的交流口。那我们现在没有要先去这个凯翁峡谷，我们先直接先去这个旁边一个小支流叫露露溪，那这边叫露露峡谷，我们去拍摄看看。那我们就往上冲吧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进来这个露露峡谷呢？因为这边也有温泉哦，这里就是一个温泉壁。哇，是温的，是温的。OK， 我们再去看看上面还有什么奇特的景色吧。那我们就一直沿着这个露露溪往上，那前面就有一处在冒烟的。温泉岩壁，跳起来！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一个露露峡谷的一个喷发口哦，这边。别这么激动啊！这里有一个喷发口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拍的地方是露露峡谷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有这个，那我先把我的 GoPro 收起来。
上来。我也要。来，谁让你太有名了？哪有啦？所以你是带二十几个人来。三二一。好，耶！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你们其他的人呢？很少。好，三二一。好。谢谢谢谢。我要先在那个大神上面。我们是明天才要打，我们先打这个。可是你们应该摇不起头上面摸一下，而且摸黑下。对啊，你要下。因为我们想说也要过，然后过一下，上面多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打到了，打不过。他刚不是有了 ？OK， 谢谢，中箭，谢谢谢谢，中箭。哎呦！那我们刚刚呢就碰到有看过我频道的一些哦狼粉哦粉丝哦，然后去合照一下。那因为我没有带这个装备，那我们就先下车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队要带，要带二十几个人要去这个大同电锅。那我们就现在先往回撤。那明天早点起来，大概我们大概六点起来，然后再跟他们借装备上来这样。OK， 我们就回去吧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再去挑战这个昨天没有攻城的这个陆路峡谷的第二个瀑布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有带这个，一个可以溯溪的一个装备哦，第二带库哦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我靠北。啊！看到狼吃一跤啊！现在呢，我们要第三次进攻这个陆路峡谷哦，因为刚刚我们没有带好装备这样。那其他同伴呢，他们就先回去，在对面那边，我们就跑上去。那我们三个呢，就要先去攻这个陆路峡谷，然后再回城哦。好，第三次进攻，弓扣、弩扣都带了，然后又加上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熏，哇，那应该可以。顺利的上去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都有光的，没错。
上线了，选在手上。机长，这边用钻的应该可以，从下面往上钻。哇，那他的功能真好，伸出来了。啊，有可能又是相机太大的问题吧。等一下，出来了！要卡住，要卡住了！没有啊，哪边？来来，哦，出来了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！哦，出来了！哦，我出生了！我出生了，可以，呀！是攻击手出生了，攻击手是攻击手出生，一个攻击手出生了，攻击手的诞生，攻击手诞生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那我们终于上来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找这个。陆陆殿堂，他们叫陆陆殿堂。走吧，帅帅帅！这里真的超级美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
手的后方呢，这个就是陆路瀑布哦，超美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下来的旁边就有这个蝙蝠穴哦，刚才就看到这个蝙蝠群体飞出来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再去往下测吧。好，那经过第三次的试炼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陆路峡谷跟瀑布的这个通关了。那刚刚我们就用这个飞索，然后绑绳子，然后丢上去，然后架这个绳子上去哦。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峡谷，你一定要准备那个绳索跟那个飞索，这样才可以把它挂在上面。这样，那它上面有打包啊，你就可以直接把绑绳之后，你就可以慢慢走上去这样。那这个峡谷它的距离算蛮短的，可是非常壮观的。那刚才看影片，朋友就知道这样。好，那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呢，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个明见，拜拜。